那个反面朝上之后，两边对折。对折之后再对折，它那个有没有绣？它这边有绣，好，非常好，绣字起来要朝下，朝下，对，所以呢就变成由你主动，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在对折之后呢要由你抓，啊我要抓这边，好，所以待会你们两两在做的时候也是要如此，再来是你抓，那我抓这边，然后再来。然后搬回来，睡要在上面。我们在取样的时候就是如此。OK， 可是好睡。